林同陈乔恩今日喺澳门出席电影《汤姆的月光》发布会。陈乔恩同张智霖合作嘅感觉点啊？我觉得他也是天才，而且他就是你也是喝了防腐剂吗？应该没有了。你是什么？现在比较好。现在你完全没有变。有啦，变好了。还是现在变得更帅了。变好了。然后跟志颖哥合作其实很愉快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演员。张智霖讲到电影之前停工的原因。我哋呢個戲咧，點解會橫跨咁多嘅時間去拍咧？中間又停過啊，又